啊，是回力标环保袋。那这就是我们四周的居民呢，给我们一些像是窗帘布啊，还是这个床单啊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像这样子的布。哎，过去我们都扔掉哎。对啊，所以这样不是很浪费吗？西南威尔斯省的青苹果节，慈济澳洲分会年年参加。其实今年的游行蛮特别的，其实我们志工超过100个人。Hey, 然后我们就很明显的主要目标就是少用塑胶袋，然后推广这个环保袋，保护地球的健康，推动素食，减少塑胶，行动要加速。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张庆燕、苏中原澳洲报道。马来西亚。